由世界台湾小姐基金会主办，洛杉矶海外狮子会协办的第四届母亲节感恩音乐会将于4月27日举行。日前，主办方召开发布会，介绍相关情况。充满爱心的世界台湾小姐们为庆祝母亲节、发扬母爱，特别筹办了第四届母亲节音乐会，同时邀请了专业歌手及社区名人一起为天下的母亲表演。主办单位邀请到了50几位表演者的加入，并安排了多首有关母亲与母爱的动人歌曲。音乐会中还将颁发奖状和礼物给模范母亲。是第四届我们世界台湾小姐来办这母亲节这个感恩音乐会。那么起源是因为我们世界台湾小姐先生们他们都非常的有爱心，都是有非常有家庭的观念，那么大家就觉得说母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，事实上每一个母亲都是伟大的，但是我们今天挑出几位代表来代表接受这些奖状，所以我们在这个4月27号那天我们要请这些模范母亲代表到台上，我们要给他们颁奖，然后送他们一点礼物。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表扬伟大的母亲，所以在4月27号下午1点钟开始到5点钟，同时我们又请了一些歌王歌后来庆祝母亲节，表扬伟大的母亲，希望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嘉宾踊跃参加。据悉，音乐会将于4月2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洛杉矶侨教中心举行。音乐会实行免费入场，欢迎大家邀请自己亲爱的母亲与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。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洛杉矶采访报道。